挑工把车用垃圾，叫你洗车，然后自己去跟陈东俊约会。是讨论公司啊，所以当然是像顶个同款，你不能约会啦。什么饭店约会啊？你凶手坏了，刘亮，敢糟蹋，我就无可能让你准倒煞了。真久无看的啊，你用心企业嘛是愈来愈好。你客气啊，我是较好命啦。梁慧安，你哪会讲一声，偷走出来？这位小姐，你哪会当你乌白共包哈？我是安怎认识你？有够嗨，连我嘛认唔到去，为了先找到这口梁瑞安才讲。杨香虽用尽手段要对付我，甚至害死人命，伊嘛感觉不要紧。既然安尼，我嘛绝对袂为好食惯。迄个人跟我是较足熟诶，伊讲我伫个幼儿园暴露资料，看到徛遐迄个人，敢是伊？我是伫改记，你唔知陆家峰伊家己对调了。这啥多话？伫我诶记忆中伊嘛出现过。客袂有讲。迄个人即马开始恢复记忆现象，尤其是这个衫橱啊，内面哦绝对爱穿啊清清气气，袂当留任何线索互伊找着。拄则伊讲的迄个人，敢会是我？这部车，各位嘉宾，来欣赏一段《未来城》啊无极生计的概念短片。是通缉犯万条万，对，是万条万呢。这影片是真实的，你莫叫伊骗去。安尼你敢唔知条解说？想让伊开迄只车是恁无极集团的车？那好，那我们再回屋交点哈。